先生们、女士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艾登，以下是本周中文要闻。布达佩斯警方总部周三晚上表示，对周二从多瑙河打捞上来的 Hobland 号观光船的检查已经完成，没有发现其他遗体。参与搜救的人数已经增加一倍，整个多瑙河南部地区的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周二下午 Birchke 和 Modotor 之间的多瑙河上发现了一具男尸，警方称这旧尸体已被确认为是沉船事故中失踪的遇难者之一。救援队仍在多瑙河沿岸从 Margit 角到南部边境地区寻找失踪的三名航国乘客。匈牙利总统称发生在 Uzvel 军事公墓的事件令人反感，其违反一部法律和国际协定，是完全不道德的。在无讯节弥撒节后事结束后，安德里亚诺提醒公众注意，罗马尼亚人的部分十字架被放在匈牙利士兵的遗体上。他还强调，罗马尼亚当局也认为对墓地的干涉行为是非法的，而且此举也违反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之间的相协议。罗马尼亚总理早前曾建议将乌兹沃及军事公墓划归布加勒斯的国防部掌管。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抗议称罗马尼亚极端分子周四袭击了公墓。匈牙利政府新当选的欧洲议会代表 Balázs Hídvig 表示，经民盟将决定是继续留在欧洲人民党从事政治活动，还是另辟炉灶。这位经民盟联络主任表示，欧洲人民党的左翼政策受到削弱，因此其政党家族的定位应该向右。布拉希对李章经民盟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的选举结果在人民党内部得到广泛认可，许多人表示希望经民盟留在党内。这位政治家表示，在这种背景下，绝大多数匈牙利人投票反对移民，这表明本着欧洲国家的理念，匈牙利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反对近年来削弱欧洲的糟糕的欧盟政策。对话党就是 Barbasid 议会党团已就针对匈牙利科学院的立法修正案诉诸宪法法院，并请求其他反对党也加入他们的行动。对话党议员 Tomas Mella 称，该修正案是对匈牙利科学的野蛮攻击，他反对科学和科学院的自由，侵犯了财政权。他表示，开采案要求从匈牙利科学院撤销研究机构网络，将其移交创新部，此举违背了个利益相关方的意愿。他认为这是反民主和狭隘的。英国保守党领导人和首相候选人对英国可能的脱欧条件和热情表达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目前10月31日的最后期限无法保证，也有人认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英国脱欧都不能超过这个期限。下议院前保守党领袖、前进脱欧派人士 Andrea Leadsom 之后一众观点。他表示，11月底的脱欧日期是铁板钉钉的，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然而，保守党前首席党鞭 Mark Harper 却表示，目前情况下，10月31日的协议无以为继，因为目前尚未达成任何协议，现阶段也没有时间针对新的协议展开谈判。日本政府称，在清晨对伊朗隐性危机升级的访问前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通了电话。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某些地区的局势。安倍晋三是40年来首位访问德黑兰的日本首相，他将在德黑兰会晤伊朗宗教和政治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鲁哈尼。他还表示，日本和伊朗在90年前就已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前有消息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愿意充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调停者。日本由于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石油，因此与中东国家伊朗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
在五月底访问日本时，特朗普并未反对日本首相与伊朗领导人会晤的计划。据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萨那报道，以色列向叙伊交界的哈拉镇发射了几枚导弹。叙利亚防空部队声称拦截了几枚炮弹，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像往常一样，以色列国防军并未对这一消息发表评论。据称，攻击的目标地就是戈兰高地对面的一个战略据点。报道称，以色列对叙利亚在该地区防空雷达实施干扰。最近才发现，伊朗和政府党企图在该地区建立恐怖主义组织和基础设施之后，以色列罕见地将戈兰高地边界沿线的村镇作为攻击目标。尽管以色列近年来对叙利亚发动了数百次袭击，但其目标通常是与伊朗有关的基地。近以色列的举动似乎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政治上的回报。据 Bloomberg 24报道，根据谢纳学院的一项调查，受访的纽约犹太人中有40%表示将在大选中再次选出特朗普。针对其他群体的调查结果则有不同，由于纽约传统上支持民主党，这也在意料之中。调查结果确实令人惊讶，因为即使共和党对手公开支持以色列，纽约的犹太社区也一直把选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过去一个时期，犹太人一直把选票投给民主党。2016年，特朗普仅获得24%的选票，低于罗姆尼2012年的30%，但高于麦克汉2008年的21%。那预计周六32到37的高温将持续，匈牙利西部地区天气干燥，稍有南方渐进，昨日清转多云，南方将带来阵雨和降雨，西北风将加强，预计晚间多的将有狂风，最高气温仍将在30度以上，周一多的将有阵雨和降雨，气温26到33度，西部地区气温较低。更多的新闻，请关注我们的网站 headydavid.com 还是 burypress.com。非常感谢，还祝你们周末好。